Here's Lester Holt. We're coming on the air to tell you about a situation unfolding right now in Paris where there have been a number of apparent attacks, or as police are calling them, incidents. 活在世界上，如果一个人不能了解生命的真实含义，他觉得生命、生活是最大的一种惩罚呀，他不理解呀，我怎么这么痛苦在人间，我怎么这么苦的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，它是没有原因的。这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定律。什么叫修心？修心就是把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把它转过来。今天我们选择了学佛，一生可以改变自己。你的生命和你的命运就开始转换。学佛人没有捷径，从我做起，念经许愿放生，必须勤奋吃苦忍辱，这就是你的基础，这就是你学佛的开始。师父，这位法国佛友想知道他今生今世投身到人世间的使命是什么？他的使命就是来帮助人家。1951年。属什么？属兔。啊，你又照顾孩子。对对对对。那你记住了，台长能救你的病，也能救你的命，但是你要答应台长一句话，好好的还他的债，念经修行。你的心中过去人家对你不好，你还不能忘记，你一定要忘记。啊、你说的太对了，我都不打不去看病了。肉体病要去看，听得懂吗？知道。那个灵性病找台长，就是目的让你们所有的人全部好好的学佛。对了。对。对。台长现在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有学佛的弟子，所有的国家都有学佛的人，佛法无边，佛海深呐。我们要让这么好的哲学，这么好的理论，这么好的佛法，让我们受益，让我们见着多少人学佛受益。我们一定要攀上观世音菩萨最后的法船，跟着观世音菩萨能够回家呀！我们好久没回家了，我们失落太多了，我们受的苦已经够了，我们不能再受苦，我们也不想再下辈子来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借假修真，让这一辈子就修成。